沃尔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塞尔提克今天坐镇主场迎战巫师，华盛顿当家后卫强哥沃尔 John Wall 打出21分14助攻的惊人数据，并在关键时刻攻守都有所表现，帮助球队以111比103成功踢冠波士顿。第一节两队打得焦灼，直到末段才靠着欧布瑞 Kelly Alba Jr.的连续暴扣带领巫师将分差拉开到6分。次节塞尔提克靠着替补阵容打出一波12比4的小高潮，将比分追平。此后双方比分陷入僵持，半场结束巫师以52-50领先波士顿。下半场巫师连中两记三分，暂停回来厄文 Kyrie Irving 接连命中，带领球队将比分咬进。第三节结束，巫师带着四分领先进入决胜节，末节塔图姆 Jason Tatum 连得七分，帮助球队反超比分。但是巫师沃尔展现一个本色，带领球队打出12-0的攻势，将分差拉大到七分，最后再命中关键罚球，顺利击败东部龙头。巫师队沃尔21分5篮板14助攻，比尔 Bradley Bell 25分8篮板2助攻，欧布瑞16分5篮板2助攻，葛托特 Mason Goddard 11分10篮板2助攻，塞尔提克厄文20分4篮板5助攻，塔图姆20分3篮板。